哦，这次是，哎，我们的前辈真是，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说，因为我第一次找他的时候，他对我的印象很模糊。后来呢，我跟他说我那个剧本是怎么样子啊，他还是很模糊。到后来呢，最后我就找他的朋友，他旁边的朋友最重要。我说此时呢，我这次找他演出了是一个突破了，对他来说，他说大地方考虑的。我想是两三个礼拜吧，就答应这个演出，因为我中间的过程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，还有我找导演啊，看他慢慢的说，天天的说，最后就把他说服了。嗯，我问你拍一个戏啊，你有没有吓咗一跳啊？唔记得咗。我问你拍一个戏喎。系啊，真系唔记得咗。咁我同你拍咗啦，已经做。他永远是不记得，其实他第一次。就带我去那个最全香港最贵的酒店。哦，他带你去的。对，谁怪耶？我都不能够大声讲。为什么他带你去？还写餐的不？一餐都搞破产啊！哇，一餐。那一顿饭是谁请客？当然是我了。就是那个酒店很贵很贵的，是就是我跟他聊两个半小时之后的。他还是没有答案的那个时候，但是我知道从他的眼神，我看的是，他是有一点点心动的。哦，就我说，哎呀，我以退为尊呐。哦，我说，哎，我先接这样吧，你再考虑考虑呢。嗯，后来我找导演呢，再找他去慢慢的聊，慢慢的聊，他才愿意去演出。所以他让我的感觉是，他应该是。当然是在那边很多人说，哎，谢贤呢，是个好像是退休。我说没有。我看他的反应应该是不想，他还是希望能够演出。我有没讲错？仍然想演戏啊，仍然享受演戏。有没讲错？因为你啊，还要看四哥愿不愿意咯。如果我下一次揾你演啊，你愿意不愿意？有没有钱嘛？哦，太现实了，太现实了。太现实了，太现实了，值得一定的，一定找他。那你准备多一点的钱，再来下一次邀请好了，家栋。不要那么现实了，师哥。